木器所制成的宝剑，由于其内并无真实的金弓剑刃，因此只是作为象征性的法器，而非具有真实用途的武器。整体上是分为剑柄以及剑鞘等两个部分。首先来看剑柄的部位，又可分为宝珠剑首、弧形剑筋以及护手剑轭，其装饰造型为瀑手兽面纹。接下来是主要的剑身外壳，也就是剑鞘的部位，在剑鞘的前端还有鞍筋锁片，位在剑鞘的中段另有鞍筋的腾龙纹饰。关于该剑文物的形制，是属于短剑的匕首，通常在离斗法会之中是安插在斗筒之内，正好与文公尺对称，象征斩妖除邪、平安护身的离斗法器之一。